Jeling ba ngabadi nira pöjü lüjü simjuk badang zombabu lijangli lani yikdu tidun ji nyeshu pöjü ji benjirim ji chodang jana mashung ki jawa sibe jishi toa kama chunga ring sungse nang ju dang dangdab lijangli kurang lüjü dudu ji shubay na aril shuge jerik zombabu dang nira pöjü simjuk ba lijangli kurang ni 공기 니럽 표지 심주치 전주 범위 시자 카당 표지 도두매 서구도 펩데 나지수 제로 직동 곱정 업줄 하사 시바당 적지 공도 풀어 시바 변낭 서면 주슈 시바 제레시 자도 패바 시바 공사 초하당 등럽 체리베 바르지 돌링 시바 제 표정 곱게 차대다 좀이 망보 빼뇨어 제소 Hello, sorry. 다시 들래. 感谢今天呢是我的 slide 是用英文的，那么我应这个贡卡扎西拉的要求，我用中文讲，然后他来翻译成藏语，这样我们就三个文件，三个语言都有了。 단독 고랑 보려야 송야 디리 고랑 디 대야 디 인지날 서유스 아니네 셰야 디 갸게 나리아 셰리스 이 갸게 디 닝듀지 야 인지마세니 누가 벽에 규로지 단독 고랑 송야 도 디리 我首先感谢举办方邀请我来做今天这个简短的演讲今天我主要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谈起 十四班禅喇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么，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用一些绝密的中国文件来证实刚才几位演讲者所谈到的，也许大家不太知道的班禅喇嘛在1959年到1964年整个的为藏民族进行极其艰苦卓绝的这种单枪匹马做出这种卓绝的这个经过。 아니 더리데 저리 나녀기 나리아 딘데지 고급나 이제 개시 고급나 등에 도시시 쇼고유 안 단대 뒤거 딜이야 군세 벤지 군디 주벌이야 공부 시행도 시에니 텐수나에 디시라지 로규기 고고여 보단 뒤니 쳔브레샤 딘데 윤디 고란 그 더리 주시 디 나로리아 제동 고저 응업중 거군에 북주를 해라 뭐도 갸나 흉기 용라 마제베 익절 시주니 아니 군세 벤지르면 지금 거기서 공연 양요래 거기서 미래 좀 다 잘해 나오래 디슈고 인스. 那么我们从1959年开始 1959年3月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班达赖喇嘛的作用那么班禅喇嘛在干什么 응급중거구요로 가르쳐온바 아니 경고름지 가르난거요 니 상당히 긴거요래서 이내 급 뒤뒤 벤지르면지 가르난거요래서 응급중거구요 그때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 在1959年3月19号之前，班禅喇嘛没有任何公开的行动、公开的演讲。他是否知道拉萨发生的事情，这点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资料证明。那我们中国马上给他一直忙过去，代表居民那罗里亚，把都些西夏的人呢，接种国军，我们中国军都准备差不多九个月空了呀，班杰人们请送不的给民族，一直那通样民族。 이는 응급중어구 손배줄이야 딘데기 퇴진 전부디 벤지르무진기킹기요래킹기요마래 나래 대세기하면 망구지기킹기유지마래스 이는 손배줄구 제일이야 벤지르무진 가르나무 동구도대 주구 제일이야 가르나유메 가게 이제나네 카차도 민도스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中共 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最后的对拉萨、对藏人的起义进行军事镇压的决定。那么毛泽东亲自发出了10条指示，第10条指示就是针对班禅喇嘛的，说班禅喇嘛为什么没有声音？他就说我现在看不清这个中文啊，就说班禅喇嘛班禅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态度？为什么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아니 ngabju ngargu sumbe chubdi ninga de ta marang she chem yi je na ne thon to ya lia ta ngo su chang ne che ya di yong ra thon ne chang che ya go chu bre s an di gab di lia yi je chi na lo ya mao zu dong gar la bi yor sa na ta koran zu ge she ya bi ne da ben jin gar chi ge yor s gar chi du s je yi je chi di ben jin zhen bu chi ge to lia an yi bi di yi je na ne ka se bi shu bi s ta ben jin gar chi ge yor s ta di gya na shung ge she dan she bi ne 가르치기 요래 결혼주 심주 지기 유배스 근데 이제 나리야 계속 중시하스 所以呢 在这个19号 班禅喇嘛第一次发出了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是回答中央，就是那个西藏工委给他的要求，要他公开表态。他提出了一个回答，就是说我保证日喀则地区不参与，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稳定那个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就是三月十九号，就是他的电报，就是回答的电报，就是他保证日喀则地区的稳定，大致是这个意思。啊，你等于如果现在开始是苏北军规接了呀，啊，你加拿大有兄弟马边军什么军在就接不得了，边军什么军个苏北军过了呀，他打了四个吧，我说打了那两支弹匣子，第一两那开始有的是呢，年少规的，嗯，电报有是。 김송유, 아니 진도 선배 저거 20년가들이야 아니 가려서는 다 단대 디나 코업 나다 제제 아니 딘대지기 이제스 도스 안 디젤이야 진도 선배 저번 이줄 야나 흉기 아니 신에 제제다 여름치 맵이나 안 디섭디다 디다 디 레그치야 섭럽디 아니 베지르무질 미국 도스야 진도 선배 저번 20년 이제네 세부 통구 도스 所以在 당시의 상황下 那个班禅喇嘛，事实上，他相当于从藏民族的角度来讲，他事实上是临危受命，而稳定了，在很大的、相当的程度上稳定了一定程度上吧，可以说稳定了拉萨的局势，可以让民众有至少感觉到有一个领袖存在。至于下一步怎么办，大家当然也不太清楚。所以说这张照片呢，就是。 在1959年4月，在北京参加那个人代会。第巴尔的接种，我觉我就我给到西北里啊，谈到加拿大里啊，因为没嘛，他们操心，他出错错别个不认识。他第一趟呢，代表呢，边境人民群体，各部队省省学院那里啊，边境人民群学院的经济，俺那票拿落了呀，加入的嘛，马用压力啊，边境人民群体，他米三六拿了。 다 여름에 쉬어야 말인데 벤지름 지 쉬어야서 지금 미만 삼류 나리야 롯데에서 여부지다 행자고 용야리야 벤지름 지금 너무 전부 퇴셔서 그런 심주 재비네 근데 통구 유수. 那么班禅仁波切他对这个跟中共有一直有一种传言，说他和中共合作，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是在1960年，班禅喇嘛在中国内地和西藏地区的这个视察。 是三次，是这个五九，从60年开始，60年、61年、62年三次视察，然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在1960年，1960年他去参加那个国庆，就是中国的国庆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中共非常不希望他做的，就是他向 达赖喇嘛一样亲自向中共当时的那个统战部长李维汉抱怨，我应该说是提出了在所谓民主改革期间在西藏发生的很多很残酷的事情，他对此表示就说不满，他把这个话说出来了。这个事情恰恰就是1956年达赖喇嘛所做的事情。 대비는 아니
디나네 개 첨부찍도 가르도서는 제동군주 도주탄배 러들이야 아니 진드주베 첨부찍라 야나 예급 주베 아니 개등 땜디급이야 아니 벤지름지 가르가나요래서나 아니 두두 변하리야 첩식 랭귀지로 망주 주교세지 망주 주교고 급이야 아니 배우고 서고리야 도보단 도시담디 시라기 먼디베 넘겨도 세보 급두두 떠나셨다디 원세 대비 측 배제 맞으면도 제동국이 응급 중 어주고 러리야 여름 지금 별로 망주 주주 제야디 제비나 도보 주고 있어야 디다 전다디 집어차되기 어렵스. 当时那个为了安抚他的情绪，所以呢就安排他在国庆，就是那个国庆庆典之后，那个10月26号到第二年的1月，就是就2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内地各个地方去视察。但是视察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人去的，是李维汉亲自陪他去的。 아니 급두두 西沃的配备格的本身就国家马的，第二年都급두두特殊局就刘文刘文汉在就来，第二年都本身就是主要在安排个社会管理配合的。在这个这一次的视察，所谓视察，实际上是换了一个地方，在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里面，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对他做很多的工作，所以在这个视察的过2个月的工作过程中，他们在 火车、轮船、旅馆等等情况下，开了13次的会议。第一个给，加拿大给国际经验都用下的，传达了呀，他编辑人们请了呀，老师当呀当，那编辑人们请个，对吧？票务社会里啊，派的我那就谁的给的了呀？你不嘛同样传达了，加拿大兄弟把了呀，两个点点忙过接下子。这是所有的谈话都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以后整理成一个中文的资料。 大概大致就叫做那个李维汉，同志与班禅副委员长谈话纪要。第一个给他的李维汉是给加拿大国立地当编辑人们接到社会科的学习批的推荐忙过用过了吧？第一个编辑人们接到困难你根本难干个加拿大的这就接下是，这就接着，你学校呀，台北地方接台北的名利啊，公司编辑人们接到李维汉帕尔给。 아니 甘美学的深度是要提取到要的。然后呢，这个资料这一份东西呢，班禅人不切自己也有一份。然后这个就是他所谈的8个问题，这份资料文件就是日后的这个七万言书的蓝本。第一，他在广东学校给台北的我去这个编辑人就看上去要的，加上学校图书馆让拿了呀。 应州铁墩是要第一蒙西当西的了不的，李维汉当编辑人不进，那么你各地的三年卡了，西沃片的各地呀，你甘美琼下不的，各地的表扬刚刚松下，这蒙西了不的，台北的差点要的，应州铁墩。也就是说，班禅人不去的这个七万言书，并不是在62年的时候突然间想起来的，而这个酝酿的过程和是从1960年就开始的。接着。 楚族人尼罗里亚，印度铁墩培育的是第好的卡的评价的嘛的，是罗布托家的。楚族他们呢，就编辑人们这个广播线，三年卡我那就哪里，他看到罗尼松吉人家里啊，彻底眼见那件，俺的楚族人尼了，现在印度铁墩的培育的是，他们都大家这个罗布托家的培养就的嘛的是。那么，就在这个时候，60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发现班禅喇嘛。 开始出现用他们的话来说是错误的倾向，于是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他进行争取，就做工作。那楚族团派罗的里啊，那加拿大兄弟，那工作人民先讲哦，他边境人，他加密界线的边境个什么当当的，农村区里啊，主要两个学生都是讲，那楚族他们呢，边境人民讲他。 俺最巧的是，那加拿大巧了，杨亚丽啊，俺两个钱过足些是。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幕后进行。然后呢，接下去就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那个日喀则地区的土改，还有那个扎西伦布寺的，所谓民主改革，这个细节我就不说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嗯哼。俺那第一，桂林那里啊，那就开始嘛，就在西格子当扎西伦布里啊，俺那芒族就用到，色西就是全世界两个的重要的。 然后呢，接下去就是这个一九
我大概写错了日期，应该是六一年，对。然后他就开始了第二次的，再一次的在中国的旅行。然后呢，到了第二次的旅行，也是找那个刘维汉陪他去的，继续跟他谈话。他仍然就说不服，就说他仍然在坚持，我告诉你们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산에 칼 세고 비디 리웨이 한스 디 탑조 지교고 레그레 갑디디 벽 갱기 양 코라님도 도체 친샤스 안 디디 양 리우 한 망고 송샤데 벤지르 미친기 키란주 통데브 노르레스 니에 러브디가 베드 모여 내주 라인 이제 타직도 랑조디 타교 나샤스 然后 1961년 1월 那个就是 班禅仁波切的第二次在中国的旅行回来，还没有说那个李维范还是没有说服他，所以毛泽东亲自跟他进行了一次谈话，那也是毛泽东跟他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这一次谈话呢，毛泽东就对他做了六点，对那个班禅大师进行的提出了六点六个承诺。那个格对李维范给到天门尼念多钱的班禅仁波切个三路的脚打摩托车。 아니 쉬고 마오쩌둥 랑기 벤지르 부지 제제 아니 벤지르 부지 전생 조지 캐니 제샤스 벤지르 부지리야 那么也就是说呢班禅仁波切所在这个时候所起的作用呢就和那个达赖喇嘛在 1956年那个时候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他直接把这些情况在跟毛泽东直接谈一直就是说他的抗争一直到了这个程度 어디 도도 님부로부터 가르치고 그래서는 퍼조네다 벤지르무지 로규야리야 배전 망고 제요르데 자는 매비 제제 하장 랑조 템포 나샤 제자 대급을 벤지르무지 남디게디 겨울음지 응급 중 어줄이야 배전 나는데 벤지르무지 균투 이제 남배순다 차대요 그래서 那么在这一些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七万言书上那个写下来以及啊 上交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班禅喇嘛对他的上书将要写的东西，在此之前已有至少两三年的时间一直在向中央汇报。啊，然后呢，其实我们有资料证明了，就是中共并不希望他把这些写下来，因为中共有一点，对他们所做的坏事，他不希望留下这个文字的历史文件。 他只希望你告诉我们就行了，你不要写下来，你不要写下来，你只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就行了。但是他坚持把这些写下来了。一旦讲那个，我们这里的根据制度，经常看见人们的这个意思，一道过呀的，看对不起嘛的意思。加上别些人不行，千万的，搞得什么嘛，一道过那样的，落雨头的呀，一道过那，加上严密搞得这个是呢，搞得有那人们的这个意思，看上说那这个意思。 이돌 대부치기 매사 엠벤지름 지금 네가 간거 막 이돌 거 나가겠어.那么，班这个内容和经过我就不用说了。我们接下来说的就是十万言七万言书上交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Next one. 다 인도 티드윙 그 낭돈 데니 쇼고고 말했어. 다 남부서 긴그레. 다 인도 티드윙 표배 제일이야. 야나 그 도림 거리 표배 제일 아니 가르치고 말했어. 我们看这个文件，现在可能看不太清。这几份文件都是绝密文件，然后它的日期是1962年8月，也就是班禅喇嘛上交七万言书之后，那个三个月之后的文件。那第一个是什么的？开始不是一个这个讲了呀？第一，它提一下，可是 drop confidential， 它签三万银子。 아니 이제 되게 망치에 대 제동 고비 조주를 이지기 니를 해샤. 이게 강가다 벤지름 지다 겨나 우리 받을라리야. 가메오 가르나 내가 아주 더바 기지 있는 책도 신디디 이제들이에요. 然后这也就是说在这三个多月里面，中共领导人在各种情况下跟班禅喇嘛谈话了二十多次。 이제 되게 디터네 아니 겨나 고디기 벤지르 미친 공부 교 줘야리야 파조 계제 시에브 코르리야 탱마르 제비는 탱문 이줄락스 벤지르 밀행게 감이 쉬샤스 그리고 이거 단화의 지비에 越来越高 이즈 최후스 가다 조원라이 본인 고해 아니 감이 쉬베 규림기 미네차네 이네 토르토르 토르 신샤스 니엘 고디데스 마보 데네 딜레 토 데네 딜레 토 안 타마
然后呢，我得到这个谈话的记录，我有四份谈话记录，包括跟周恩来的谈话记录。这里面这个左边的这个中文呢，就是他的记录的原文。右边的呢，是我在两三年前我把它翻译成了英文，这四份文件我全部把它翻译成了英文，放在我的博客上面，在这边博客上你可以免费下载，你要想看的话。 아니 이제 되게 다들 이 까메슈베 사회 이제 좀 삼랑 인지나 교르제 퍼조디리아 마랑기 단도 블록나리아 샤유스 계속 쉽다 나머지 생기 있는 그런 블록나리아 요래스. 오케이, the next one. 然后这些谈话呢，它的级别一直很高，从那个习仲勋也在，然后那个西藏工委的这些领导人也在，然后一直谈到周恩来，到。 跟周恩来的谈话是最后一次谈话，到最后一次谈话，这个班禅仁波切始终没有屈服。他最后的一个谈话就是说，大意思就是，你们说的话我要想一想，如果我错了，我承认我错了；如果我认为我没错，我仍然要坚持。但多多宁波出学位呢，天门艺术是干嘛呢？加纳吉，加纳雄古古地吉。 人不怎么，土耳其的他们干么那是的，伢那个生人这样的人，俺搞对对，本就这么些，搞的送药的是呢。但伢那个嘛，就老古了吧，其他三木当就顶得起，那三木当个意思。俺杨家三木当个人，伢老多呢，伢家他们伢嘞，我那学过意思，伢老没呢，顶不赢呢，伢他几个都老叫真个意思，对对个的，本就这么些，光不写写是。然后在。 这个这次的谈话呢，二十多次的谈话，也是中共对班禅仁波切的最后的一次争取的努力。那当时班禅仁波切应该是二十几岁，很年轻，然后轮番的跟他谈话二十几次谈话，他始终没有退让，他一直在坚持我说的都是真的，而且他要求那个对这个情况，对西藏的山区各个地方的情况，必须做出。 切实，这是他原话，就是说切实有效的改正。因此，在他的坚持之下，中共就制定了三份文件，就是这个三份文件呢，就是想要把它，对西藏的形势做出一定程度的缓和。那本就是不就说要宁波的，你也写参谋委员的就意思，加上你也写代表，不要全国上个那张的了呀，我等党退了。 六百点被他就接过过来，接到这他个人陪着拿下，我等他退了，六百点被他就接过过来，送下是。所以班禅仁波切回到西藏的时候，他带了这三个文件，他非常高兴，他觉得我一直我们的坚持有了一定程度的效果。那么，但是呢，他这三份文件回去以后，由谁来执行这个文件？他跟西藏工委的那个张金武他们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아니 배지름 지 쉬고 의욕을 야 폐백 걸 야 아니 이적 쉬운게 이적인데 통요도 땅에 단도보도 쉐쉐쉐 차고 제부디 너부 탄샤 삼지 엔 토리야 디데기 양 예부요 매 뒤주인데 중샤스 당시는 这个 총투의 最关键的一点 아니 뒤뒤 단도 장진우스나 다 별랑종종 콩리야 겸이 범부쇼래 디당님도 아니 배지름 지 파주 저버딘데 슉참부쇼샤스 它这里面 核心的冲突是在于，班禅仁，班禅仁目前要求由他本人来执行这整个的过程，然后中央那个张俊武他们认为这是关键到是不是还要党的领导的问题。他提那个一直的就拿落了，原本的拉领导的班禅仁目前公布的，对俺们两个国立学校拉领导的意思，中国要的是。 아니 야나 형 우리 그 등 예봐도 마셔 속에 땅 그 구리 월 난리다고 그랬지. 저봐도 죽참부 쉬어요 그래서. 由于这个坚持到了那个六四年、六三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放弃他，所谓放弃他，就是由于他的坚持就无法实行那个就是自治区无法成立，所以又把他送到北京去。不到一年之后就成立了自治区。哎，理解了呀。到老师可在当年，你不听过没子啊？哎。 那么我最后呢，就说一下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从这些历史里面得到了什么样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在班禅喇嘛在一个历史的紧要关头，以个人自。
他付出了极大的个人代价，他是历成为历史上西藏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 那第二点就是，中地俄罗斯的那些什么，等到什么时候有的，唐伯虎开始跟国际编辑人们去，比如卢俊涛那些，那没人把握银吧，刚刚开始以内的，那乌蒙古人年纪，阶级全部银不进，俄罗斯拉出没有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从九世、十世和十一世班禅喇嘛这段历史将近一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一点，中国的政府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会放弃一个。 在这个藏人之间制造分裂的机会。那北京固定国吧，固定局吧，固定组织，那就代表那俺就老是看着我说呢，江南雄鸡，俺就十三马前的排排制造拿落了呀，同步打压打，可对那研究起啊，可对参军个买的，俺就北京固定国不呢，组织个路就带你新个来。那么从这里呢，我们推导到第三点，就是在任何情况下。 任何的历史阶段，藏人的内部的团结是关系到西藏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那第一套呢，把团结起来呢，那表面的能够了呀，团结同志集体起来的，表面的西藏生给搞得土窑的，你讲说六九六九年过的。那么我现在最后一句话重复我们刚才孙维先生说的，就是在班禅仁波切去世之后。 中共一直在宣传说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者，是历史告诉我们，班禅仁波切像和那个班禅那个达赖喇嘛一样尊者一样，是西藏最伟大的爱国者。谢谢大家。Thank you。那你讲那个古兰经兄弟以前那了，那你本经一定你全部跟着的，那你讲那几个给阶级不老进来是有的，现在俺最问题了，本经人们就不要几个给，那阶级不老进去的，俺多谢那是。